嗨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，没有错的，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 Snacks 班友啦，然后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走吧。今天是2020年2月4号，然后我们今天玩的是故障机器人，然后我们今天有诅咒局，然后无色牌生产绝症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啊，走吧，我看一个，我又要怎么走？这里吧。然后这边一样就是电极，双周四放下去吧，应该没啥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就一直防御，然后就全部打下去。然后这边再打 ，OK， 结束。这里我们就拿个，这个吧，没关系。然后这边我们就丢两个防御，然后打哈。这里就丢这个，哎呦，差点丢错东西，就丢这个吧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拿光速射线，然后这里我们就先防御吧。这里就先这一个。可以，攻击药水。这边我们拿金钱改良，这边就拿吧。好 ，OK。这里我们就先格挡。好，把蒂娜再格挡多一次，然后丢射线，再丢这一张。白。这里我们就拿个球状闪电。嗨，然后这边就先打完进去，然后这一样应该不用格挡，应该没关系，会吃一个九下而已，还可以接受吧。这个 ，OK， 好，毒鼠之弹，然后这边我们就打乱车，然后我们走这里。给他钱钱，然后我们拿到这一个 ，nice。这边我们就往这里走，然后我先锻造一下，我们锻造个电极好了，然后走这一边，好，这边就先丢一个格挡，然后再打。这里我们要丢多一个格挡，然后打他们，可以的啦，没有问题。这边没有格挡，完了。啊，要被打，一个四下。好，然后这边乱扯这个 ，OK。然后这里我们就拿个，就我觉得都一样哎，这个吧，弹回。然后这边我们先断个多重释放吗？多重释放吧。OK， 走这边，先丢这一个。九滴没有问题，拜拜，可以。然后能量药水这边我们拿直觉，怎样？不管怎么说，那个还是需要一些牌的，有没有？好，就打 ，OK， 可以。冷静头脑，其实我有点想拿寒流哎，其实寒流不错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我们就拿个，这个吧。好，天啊，有时候还真的是不知道拿什么好。这里，这个吧。
Okay, let's go. Hi. 摧毁，摧毁，摧毁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就先隔挡，丢一个这一个。好，826，哇，我没得隔挡。好吧，这边就算了吧，因为不管怎样还是要被打。好，然后这边丢这一张，这一个。再这一个，好，自己丢个防御，再丢个这个，再这一张，然后这边就丢防御先，好，这里就跟他说声拜拜，可以了，没问题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。这里我们就拿个万物一星吗？其实万物一星不错，先拿这吧。然后这里药水效果翻倍，好，其实可以拿这个吧。好，接下来这一边我们就走。哎，有一个三个 boss， 走吧。三个 boss 还不走吗？没闹天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就拿这一个 OK， 拜拜。荆棘改良拿冰串好了，然后这边就先打掉一只下来。OK， 然后这里就先丢这一张。好。OK， 然后再打那一只下来。OK， 生你啦，兄弟。拜，虚弱药水不太需要的，说这个我们拿冰寒诅咒吧，有诅咒不拿吗？然后这里，充电其实不错哎、欸，我今天没有玩能力牌，其实不用理那个雷暴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其实我觉得我需要三点东西，东西太多了。好，先丢这一个。好，然后这边先丢这一张，这一个。ouch， 然后这里就先这一张，这一个。好，先这一个，这一张，然后这边再打击。OK， 好，速度药水其实还好，可以不用拿。怎么是你？21%，63%，好，这里先丢这一张，没事，还活着。 OK， 可以，没问题啦，可以啦。这边我们拿个飞跃好了。这个啊，
你给我一张五色牌，然后离开这里。然后这边我们就丢这一个吧。哇！OK， 没事。然后这边我们先打掉最后面的那一只，然后开始格挡。OK， 没事，我格挡特别的多。好，拜拜。感情、爱心可以哦，这个东西。现在我们就先不要拿吧，没有用到。好，百年积木，怎么又是你？哇，猜一下，好可惜呀，人家。好。这一个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到现在目前为止还 OK， 还是很顺顺的过。先这一张，哇，他打我好痛啊！还是要被打一个六下啊！可以，没问题。这边拿白噪声吗？不要，拿打击好了。哦，又是狗狗们，嘎嘎！这里丢个这一张，再丢冰块好了。好。这边我们先丢个电击格挡，这一边就先扫过去，这一个，定金改良，好，这边我们就先不要拿吧，没用到，遗物，OK，好，我们走到这边来了，抓紧吧。其他东西感觉就还好。我个人会想拿的话，就瓶中药水、瓶中精灵。OK，花一个重本买一个瓶中精灵，我就可以哦。这里呀、啊，这个吧。好，Let's go。先这一张。这一个，扫过去看一看，再这一张，好，这一个东西，嘎嘎，哦，原来你是那一个哦，我还在想那一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效果，你知道吗？心情改良打下去，OK。感觉他打我超痛哦。好，没事，撑得过去。然后这边就随便丢吧。没什么东西要丢的。51，来啦！然后我还打不死他。天哪，好痛！你差那一点点，你也不去死一死，真是。这个，这里无法锻造卡牌，其实还 OK。我想拿小屋子的说，选手看起来很废，但也是挺不错的，对吧？
打时间，怎么今天又是打马？有一个地方可以打三只，是吧？这个，这一张。你就先丢这一个，然后先打死一只，这边就先这样好了，没东西可以弄啊。这边先打掉一只先吧，然后先这样。发现，结果发现的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恶！拜，可以啦，没问题。这里我们就先不要拿吧，没用的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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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那个移除所有诅咒牌，如果没有注意按下去的话，这一关就不用玩了。好，先丢这个。紧急，拔去，暴力吧。好，充电。啊，我不该丢暴力，我在干嘛？这边就先是一个自盲。OK， 再格挡再打 ，OK， 没问题。这是什么啊？打出我顶端六张牌，好像不错。立刻送到 BOSS 房间，不用谢谢。看，一路上真的有好多好神奇的东西。这里就先丢这一个吧，然后先打你，再打你，好，OK， 生你啦，同学，拜。紧急按钮不用，疯狂可以拿。冰寒先丢。这一个发现，你好识别吧？哇，我要被打了是不是？我可以这样子吗？好，没事，然后先丢啊！我不该先丢是不是？三。这边就先丢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张，好，啊打我咯，先丢这一张吧，应该没关系。哇，他感觉我牌来的不易。来的时间点太奇怪了，等一下。好，天哪，他打我越来越痛哎！这一个 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又是你，嗨，小鱼，这边我们就不要拿吧。怎么又是你们三个？先相中释放，再这一个，因为我怕打到他。防御先，哇，没东西可以丢，自己就先丢这一张。好，又是格挡时间，选手还是要被打一个两下。这里啊，
先这样好了。直觉这一个。我又要被打一个四下。这边我没办法打他，因为没格挡。我天啊，都没格挡的吗？好，结果他被炸死了。怎么是你？好，还要进入无实体啦。没事，这被照打，拿一点力量也好。先这个吧，换下。好，33是什么鬼东西？等一下，你有什么问题 ？Ouch！ 我想说我可以无伤过关的说，结果拿到手收，天哪 ！OK， 然后走这边，哇、哦，来一张最不要的牌。疯狂前进，完了！你在我不是什么都打不了，还复活了！天哪、啊！打不进去呀、啊！还要复活啦！拜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妙计吧，哇，我是不该打他，痛 ！ouch！ 这边我先丢疯狂。你要这样疯狂错东西咯，兄弟。好吧，他都没有刷到那一个，没有刷到那一个诅咒牌出来。他要丢你诅咒牌的时候，是那个有点像问号问号的东西，就代表说他丢诅咒，他就代表说他丢诅咒牌给你了，可是他没有，难过。我要被打了，痛！好，还要继续生他的孩子。来，要继续打我。先打掉花心吧。然后先打掉你吧。好，然后这边就随便打，应该就 OK 了。拜，金刚曲不错。这一个，我们其实可以拿花样摆出。
打我要死了，兄弟，手下留情，谢谢。天哪，超痛！好。五十是什么鬼东西？问他，问他，问他，问他。好。四舍五。OK。七舍。气死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，好痛啊。可以啊，没有问题，拜拜。虽然说我差不多死了我差不多了，这里擦灰吧，没关系，然后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， Let's go。先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这一个。Ouch！ 你怎么在？完了。哦，是不该在我手牌的东西出来了。先这一张，这一个。就这一张，好，呀，好痛啊！先这一张，这一个，然后这边拿一个炸弹好了，你猜？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。哇，这不用看，还要补血了。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，我会死吗？不会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一二，拜拜，可以啦，今天其实还 OK。哦，心脏1001，也太少了吧今天。哎，我少了100耶，为什么？我看一看哦，难道我两张同样的吗？这我没注意到，是我拿了两张同样的吗？嘿，好吧，那算了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此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按个赞哦，然后订阅我，继续找我最新影片。那也期待大家收看啦，所以就拜拜。